どっかいしょ。どっかいしょ。およ。と。哎呀，龙宝。宝箱だ。野龙鳞。应该没有。吐！好像没有了。吐！哎呀！吐！哇，一切都是骗人。这里还有个宝箱。我应该要把这搬开吧。这宝箱。你是不是有一点点没踩到啊？北方，吐！再输好了。泡在海里钓鱼。何が釣れるか楽しみだ。哼。哎呀。过来。よし。いい。いい感じだ。当然の結果だな。拉曼，钓过了。为什么没钓过的鱼啊？收集册里面有一个前面然后没钓过的鱼，到底是谁呢？你呀，快点出来！かかった。いい感じだ。いやいや、寂しい。钓过了，枪鱼钓过了。要不行くぜ。くらいな。
化力超强。最强是过去的丹娜，因为他有那个啊木金，木金模式超猛。矿箱甲，我都，我有。六级呢？不准你咬我！现代版的暴力，这接下来跟我古代总氪金，好猛的、啊！大哥，你的巢穴在哪？为什么丢不到啊？你在这里，近距离钓鱼，枪哥，枪哥就不，我觉得不是很好用。哎呀！いい感じだね。おい、ど、ど。よいしょ。これは大きいよ。わあ！好酸。钓钓个鱼怎么这么难钓？哇啊！鲤鱼王，我钓到了鲤鱼王啊！
列比罗普林。原来是我们鲤鱼王啊，好累啊！三哥很难远远射啊，我还没达到啊，我现在只有木金形态啊。干什么你呀、啊？你呀、啊？谁呀、啊？干？任せろ。我怎么还是按错了？任せろ。行くよ。咬谁呀、啊？还是鲤鱼王。哎、欸。啊干！我震到了。光辉形态，我还以为是拉克斯呢，原来是丹娜。拉克斯，丹娜，啊敢自由。哥痛。现在打你，我在钓鱼。任せた、ダナ。哦。钓鱼喽。行くよ。好多鱼哦。何が釣れるかな。一样都是 A 级的，外面暴鲤龙吗？よし。嘿。哎、欸，烂鱼。哦，钓到怪啦！哦，哦，等一下，这是大哥，大哥痛啊！我都写好了。彻泥，那烂鱼结果发现是怪。行くよ。それ。来吧，我们新的鱼啊。よし。喂，又是烂鱼。すごいのが釣れた。看这也太小了吧，这个波数也太小了吧。何が釣れるかな。蓝的，就是。行くぞ。哦。行くよ。哦，没防到。上古粘液，太粘了吧。哦。干干干干干！你们好凶，好凶哦！不用恭喜你们，你们也会出来。太生气了吧，师兄！哦，这个。海盗船，船只牧场。哦，船沉成这样，你说最棒的景色，我也是看不太懂。太最棒的景色吧。
你们是怎样？把人家的死亡当作快乐的事情吗？任せろ。回復しないと。哦。没磨，不好意思。珍しいぞ。任せろ。夺门宪兵徽章。这个是要送给我们亲爱的艾尔朗，好。干，对不起。没防到。没有是碍事。干什么来啊？躲屁哦！不是很会。没防到啊，大哥。到了。太小了吧，白肉都没有拿到啊，搞成这样。除了那只鱼王，其他都废物你。又是蓝的。没东西啊，烂欸，只有鱼王好。波雷干，再见。补新的鱼啊，前辈要吃啊。搬。看能不能找花，顺便找到先生，帮我们，我们太太要撑不住了。有火，有先生，我就说吧，一定有先生，一定有。干，让我们，为什么只是让我们做菜而已？这树也灰。地哥塔第一次看到紫色菱形，这说不定这是紫菱草哦，哈哈哈，能顺利找到真是太好了。哎咻，似乎有谁在呢，一定是先生，
干，找到你了，虽然你们是，哦，金汤号，虽然是你，我认识。干，当初就对你们虽男虽女非常的有印象。啊，总算是遇到人了。你们应该也是伦巴迪号的。但是大家互相依靠，你老婆也在那，难道艾莉森也在那吗？偶尔会说出这个名字，就代表你们认识艾莉森对吧？他没事吧？他还好吧？超激动。嗯，稍微冷静点。现在我们都还没请问你的名字呢。你的名字是？すまない。自己紹介が遅れたね。终于找到衰男了。艾德。じゃじゃーん。改めて、エコから始める正解進化。喫茶店のエドという。あ、谢追随。为什么最近都是一堆日文名字呢？我是艾莉森的丈夫，裁缝店艾德。とにかく、すぐに妻の元に案内してくれるかい？就这样，亚特鲁等人与艾德会合。他们一边说明艾莉森的病情，一边和艾德一起摘下紫灵草后返回漂流村。啊、我被强制潜回了，遣返。艾莉森，抱歉让你担心了。但我拼了命地想要找到你，但只找到花，所以我就在那里定居了。我什么什么这么多次的就是他，明明就只有一次吧？什么叫这么多次？生了六个孩子的又不是他，又不是艾莉森，是另外一个哦。艾德先生漂流到岛的中侧，那里有很多凶残野兽，他应该很难行动吧 ？DFN33903，谢谢追随。总之你没事真是太好了，真的太好了，我的孩子也要生了。对了，艾森，我在这座岛发现了紫灵草哦，我怎么样都想让你看看，所以就在那里设了据点，也多亏这样亚特鲁他们才能找到我，我装饰在桌上等等拿过来。哦呵，艾莉森，你坏掉了吗？没什么，只是觉得你真的就在这里，你总是为了我那么拼命，谢谢你。不会不会，我们太太是超级拼命的，每次就是迎击战的时候打到非常非常前面了、啊。别这么说，我什么都，要生啦、啊！哎，艾莉森，生！修女的大腿战，糟糕，马上做准备。或许是因为看到丈夫而放下心来，艾莉森的情况突然出现巨变。虽然比预期的时间来得早，但人只能就这样进行生产。接着几个小时后，哦、真的是就地造孩子呢！啊，生出来啦，可以搬石头喽。没有错，都是蓝的，头发也是蓝的。恭喜你是个很有活力的男宝宝，这就是我们的孩子，真是卡哇伊呢。艾莉森，你好努力，真的好努力。呵呵，你真是的，比小婴儿还爱哭。那么医生，这孩子的身体状况？因为早产的关系，体重有点不太够，但他的健康状况完全没有问题。一出生就这么多毛，一出生就当主公的命。会啊，一出生的时候其实头发很多，然后好像就是那是胎毛，然后会掉吧。但是我不知道。游戏会不会这样做？就是，我也吓一跳，简直就是个 miracle。谢谢，这都多亏大家的帮忙。不，别这么说。总之，事情告一段落了。话说，这孩子可以当利哥塔弟弟吗？呵呵，当然可以。太棒了，这样利哥塔也成为姐姐热。抱歉，紧急状况，野兽袭击过来了。这里就交给。真是还是一群看不懂哦，不懂得看气氛的家伙，就让我们医生跟先生就待在这里就好了，我们去打架吧。刚来就生了，看来是还要用比往常更严厉的处罚教训他们了、啊。哦，我们胡麦尔也会说这种话。你骑在医生跟艾德身边，哦，艾德先生就陪在艾莉森太太身边。看，我说的真准欸，我会的。什么？你也要出来打架吗？这
这就是所谓的营级战吗？不，请务必也让我加入，我要亲手守护我的妻儿，然后就领便当了，你不要立 flag 好不好？绝对要赢哦。嗯，当然，还请多多指教了。我看你就待在这吧，我觉得我怕你死，你老婆就撑不住了。上できた。故乡的回完成。等着瞧吧，可恶的野兽！我会让你们好好体会当爸爸的人有多厉害。不，我觉得你老婆比较厉害。我的家人，我绝对会好好保护的。小宝宝简直像玉一样晶莹剔透，非常的可爱。就你便当了，不要了。虽然是我刚自己说的，真是太好了。哎呦，我不小心翻了个滚，不好意思啊。但先生，你就待在这里好不好？我怕你领便当啊。达纳托斯，哇哈哈，虽然是利哥塔的弟弟，对我来说却像有了孙子。总之，没有什么比这更值得庆祝了。快点解决野兽，尽早恢复平静吧。不会不会，我们有西维亚超猛的，对新生命的诞生恨加阻挠，畜生就是畜生。我也想让修女也生一个啊。总之，为什么他们那么喜欢这个？哦，他们最喜欢这样了。总之，别管那么多了，就彻底击溃来袭的敌人吧。不管从哪边，都尽管放马过来吧。小宝宝手好小，可是力气很大，而且好暖和。保护弟弟，无论付出什么代价。哎、欸，不要这样，我怕你领便当。是不可思议，连我这种背景的人都觉得自己必须保护那个婴儿。呵呵，小宝宝真可爱呢。好，为了那个孩子，我们要努力守住村落。嗯，摩基隆，亚特，我不用问，你也会全力战斗吧？当然，我什么时候？我当然会尽全力，呵呵，真上道呢，这才对嘛！我一直都是尽全力，好吗？不管是野兽还是古代种，把他们全部赶走吧。艾莉森太太能顺利生产真是太好了。你别搞错了，我才没哭嘞！连小孩都怕得伤人，蒂娜大小姐才不会受感情左右。好了，别磨磨蹭蹭的，快去把野兽赶跑吧。哦，银十字架，我终于有东西，我终于有东西可以送我们修女了。立马。金刚壳，你可以换金刚壳吗？これはとっておきよ。是音乐盒，可是送女生的。欸，送你送你。奥鲁，奥鲁。嗯，这个是在海边发现的。嗯，原来如此啊！既然这东西漂流到了海边，表示那家伙过来。我的同僚似乎在出航前就在船上被匿名者杀死了。要是我再早一点追上他就好啦。他是什么样的人呢？受不了，什么事情都要插一脚。那家伙，保罗，该来又是保罗，是个本领高强、待人却很温柔的男人。他曾向我牢讨，叫我要待人亲切一点，否则会吃很多骨头。本以为出人头地了，却死得这么没价值，这王八蛋。总之得把这东西带回故乡才行。亚特，我姑且向你道个谢吧。说起来还真的丢个麻烦工作给我，喂，给我过来，你也陪我一起吧。我们不是要迎击了吗？好感度到达上限，就会触发事件。やっぱ水漏れしてやがる。誰だ雑に組みやがって。一度バラして組み直すしかねえ。アドル、二番の工具をよこしな。
交给艾尔朗就能放心了。すごいな。すごいな。で、軽口はよしな。俺は必要なことをしているだけだってんだ。ロムン本土にはまだまだ凶悪な指名手配犯がいやがる。俺は必ず戻ってそいつらをお縄にかけなきゃならねえ。今回みてえなことを繰り返さねえためにもな。这是个有责任心的男人。ああ、お前には特に力を貸してもらうぜ、アドル。この先もお前の腕が必要になることがあるだろうからな。そうそう、こいつは機密だし、独り言だ。任務で謎の異変が起きた地域を調査したことがあるんだが。是医书九吗？周辺を洗ううちに面白いことが分かってな。エステリア、フェルガナ、それにセルセタ地方、いずれも赤毛の剣士とかいうやつが現れて、解決に一役買っているってんだ。都有一个叫红发恶魔的家伙出现。最近じゃ闹出织女人。サンドリアにも現れたって聞いたが。まあともかく海軍のもしかするとお前さんとは長い付き合いになっちまうかもな。はい、医书九、艾尔朗跟当然都会出现啊。あ？何のことだ？好悲啊。今はこの島を出ることが先決だろうな。とっとと仕事に戻るかね。我要去找修女。阿多尔森，可以跟我生个孩子吗？但实际上，在新克教会中使用的乡民也丝毫不逊色，他真的拥有很棒的手艺呢。人不可貌相。暂且不论艾尔朗的先生的外貌如何，从外表评断一个人真的是件很愚蠢的事。话说回来，送我这么棒的东西，真的很感谢你。双休，亚特鲁先生，愿新客赐福给你，希望修女赐福给你。我赐福，那真是不敢当。要大人也就罢了，一介修女怎么能？无论如何都请亚特鲁先生继续努力探索，我也会找到自己能做的事，尽全力加油的。金克之神给我们的试炼一定要携手度过，真的，我们就牵手收割。还有，好，地方的修女。天に増します大いなる主よ、どうかこの者に尊き加護があらんことを。これでよし。それにしてもこの漂流村もとても発展しましたね。ついには脱出のための船作りまで。あ、ええ、私もちょうど同じことを考えていました。以前の私ならこの結果も神の御業によるものだとそう信じて疑わなかったでしょう。ですが皆さんと共に多くの時間を過ごした今なら分かります。漂流村の今があるのは確かに我々の力によるものなのだと。どういっても決して私の中の信仰心が揺らいだわけではありませんよ。聖国の神はどんな時でも我々を見守ってくださっている。ただ時には運命に抗う強い意志も必要だと。神に身を委ねる前にまずは自分たちの力を信じて行動することが重要だと。そしてその抗う姿勢こそ神が我々に求めておられることではなかろうかと。巴罗斯怎么可屁了？现在没看到。アドルさんや皆さんを見て、
そんな風に思わされました。你不会觉得医生好像换人的吗？修女也是其中一人。私はただ皆さんのお背中を追っていただけです。女ですが、そう言っていただけて嬉しいです。アドルさん、どうか最後まで改めて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直到生命尽头。そして必ずこの精錬島からの脱出を。然后我们就结婚吧。我有找到新鱼哦，给你，小心着。野大的那种。哪周能 no 胖 ？Hello， 巴尔空没有把修女的内裤做出来，靠北。其他人搭船离开，只留红发少女跟修女姐姐，也要生六个，她会生的吗？要不要生一个足球队啊？啊，不要生一个足球队，生一个棒球队。今日はどんな夜？来来，もういいの？今日はどんな夜？もういいの？现在身上有什么东西啊？还没到上线的人，秀里的菜刀哦，娘，月河，谁喜欢音乐盒？丹娜你喜欢？哎，就是你的丹娜。阿德勒さん，哇，好美丽的盒子。雕刻着树叶图案，这时代设计。亚特，我这盒子是做什么用的？机械装置？问号问号。盒子传出音乐，原来如此，弹奏金属片就能发出声音啊！呵呵，真是安详，又不可思议地萦绕心中的音色。以这种方式使用金属，真是很棒的创意呢！喜欢真是太好了，我非常喜欢。呵呵，这个时代果然很有趣啊！亚特鲁，谢谢你，我会好好珍惜。耶！集体加五，姑娘，来菜刀。阿德的哥。雨大到我听不到我声音，真的假的？自由多椅子用火，哎，别看他们这样，他们更先进好不好？他们有魔法哎、欸，这是什么？光芒跟我之前用过的所有菜刀都不一样，我真的可以收下吗？大家也会很开心的。原来如此，这样一来料理进步了，大家也会很开心吧？嘿嘿，不过没想到你这么顾虑我呢。我是不是还风韵犹存啊？哎呦，原来是他一个知我哎、欸！要是早十年遇上我，一定会爱上我。好，这样说我会害羞。亚特鲁这种纯正的地方就够醉耶！魔法在座各位都会吗？你也要三十岁啊！如果用这把菜刀。做料理给家人吃，他们会有多开心啊！期待的事又多了一件，真的好高兴哦！谢谢你，亚特鲁。可是他们没有胸罩，但他只绑两条布，搞到胸部变胸肌。亚特鲁，我有点事想请你帮忙，方便吗？亚特鲁答应密拉达的请托，赶走了出现在烹调场的机。これで一安心ね。ハチズを追い払っ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私雲だけは昔からどうしても苦手で、それにしてもさすがは男の子ね。
又在织我。这没什么。本当に頼りになるわ。いやだ、你还没找到。真假的。他在那个。それにしても、その年でいろんな種類の恐竜だなんて。的，我才过了五年，就你知道，出到第九代了。本当に大したものよね。我从十六岁到二十一岁。前に話したかもしれないけど、私には子供が六代ね。过了八代，不好意思。それも見事に全員。啊，全部都男孩子。みんなアドル君ほど強くなければ勇敢でもないけど、どうしても重ねてみちゃうのよね。みんないい子で、旦那もしっかり者だから。你才差11岁，你把我当孩子吗？哈哈。あの趣味でしょ？その発想はなかったけど、確かに。私が生きてたって知ったら腰を抜かしそうね。アドル君の言う通り、その反応を見るのは楽しみかも。元気づけ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我还以为他要偷亲我，吓死我了。これはほんのお礼よ。干，我就知道，已经不是男孩子了。恐龙打一下就死一只脚趾，好吧。さてと、ここにはお腹を空かせた大きな子供たちがたくさんいることだし。今日も精のつくものを張り切って作らなくちゃね。亚特鲁贝兹。替他打在这里啊。边。在水与森林之秋，然后到野营地，会那个，反正就一直跑，一直跑就对了。过来才是那个师傅吧。他全后宫人帅真好。我要去找月之泪。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はい、どうぞ。はい、どうぞ。どうかお大事に。都送完了吧，金币袋。生命灵药给谁啊？防御灵药。我觉得我全部拿来做成那个好了。安安，ゆっくり見ててね。果实，把它全部拿来做成。我也要用到它的地方，先做四个好了。これはとっておきよ。これはとっておきよ。肉，肉好像很少。それじゃ、またね。Hello。对啊，我就是跑给拱龙追，没有错啊。哎，我要煮饭，我不是要跟你讲话。で食べる。最后啊，营地站啊，我都忘了。波奇，你在哪里？嗨，卡修，在干嘛？等一下，这才固定还没。不过古代总帅一点都不想再遇到了。哎，造船作业才要开始，绝不能在这种地方输了。没错，只要跟大家一起，绝对守住村落哦。好，来打架吧。何を強化するんだ？
那六个上古木材太贵了吧？贵哦！看还要四个龙鳞，会炸哎！よし、引き受けた。よし、完成だ。ほよ。よし、引き受けた。よし、太贵了吧。迟早都要强化的。よし、完成だ。夺你可归的龟壳。もういいのか？来吧。听好，准备好之后就到营基地点待命吧。准备好了吗？星星，来吧。なんとしても守り抜こう。建议46等。魔法武装馆。相手をしてやろう。任せろ。行くぞ。任せて。行くぞ。哎，干！今行くわ。闘志を燃やしなさい。八了，打完啊！嗯，いい感じね。我突然很猛哦。まだまだ来るよ。状況連絡。状況連絡。支援するわ。原来是火蚁啊！干，是火蚁痛。这群火蚁到底在干嘛？
千多哎，太强了吧！有达纳托斯来混啊，混啊！油断は禁物です。那时候你会去皮克看哦？接到 push 不是比较快吗？对对对，然后我先来搞这边。支援させてもらうよ。你要不要打我？哦。哦。哦。怎么那么多？太多了吧！哦，哦，要死了！哦，你不太会用力，没打完哎、欸，靠背哦，这么多龙，下次打完。状況連絡、状況連絡。ロギハン銀行、ロギハン銀行。你们储量太猛了，他亲我一下就获得所有的力量了。皆さん、あと一息です。帝国の神よ、参ります。我らに癒しを。哦，撞撞我，撞屁哦！哦，干！我干！哎呀！怎么有怪猴子啊？太多了吧！
他怎么一下子就打完了、啊？哇，我修女大爆炸、欸！哇，拿了10000点，我修女超猛。嗯，お疲れ様。我要圈地哦，我的太太已经生了。我打这么烂，我打这么烂有 S， 我打这么烂有 S， 傻小。看不懂啊！然后他们，我们尼亚修女打了10790，竟然只有 A， 干！勇者披风，为什么是南部实况组女神？一定是队友 carry， 懂了吧？丹娜好强，丹娜大力士，丹娜多奇谁的力气比较大？好笑。关于桅杆跟船帆，像这样是正式的组装方式，原来是啊，光看设计图根本搞不清。不知道小熊是哪里人欸，叶子是台南人，然后 Sandy 是高雄人吧，我记得。不过这玩意应该很费功夫吧，甲板也需要几道加工。其实我就是想跟你商量那件事，受不了，我可不是船匠哦。欸，所以到底想要我怎么做？哈哈，谢谢你，艾尔朗先生。可以给你地图吗？那，どれどれ？那没有吗？觉得明明就有啊。懂你的。どれにするんだ？那また来い。まあ見ていけや。那马达哥，高我几颗头？没有高几颗头吧？大概就170啊。那我大概156，差不多。再呢，我应该是要去。卡住，吓一跳。那应该先去找月之类吧，先去关心一下爱丽森太太。哎，你们竟然坐在里面！哇哈哈，这个、酱菜真是好自己的。请问你们桌上什么东西都没有啊？对，你是从哪里弄到这个的？我自己腌的，太厉害了！鸭头发180。竟然是你腌的啊！我们胡买的太厉害了，竟然会腌菜。话说如此，这并不代表我对料理很有自信，全都是靠老师帮忙。你老师？那老师是？哦，我知道哦，你是说运送者的老师吧？哎，其中有什么隐情呢？我就别追根究底了。不过这酱菜的味道，感觉非常居家，是包含了爱的温柔味道。惊叹号！你得好好珍惜你的那位老师呢。啊，好，他们对话真是。呵呵，古代种的研究也大有进展，这座岛或许对研究者来说是最棒的乐园了。只有一点不明白，关于耶坦尼亚人认为造石之巨树是促进进化的存在这件事，他们拥有高的文明，明明已经完全了解了进化的概念，但为何会那样解读？不可思议。嗨，你已经可以站起来了。来，我们打个架你就站起来，是辛苦你跟利哥塔了。别说这些人，你都没睡觉不要紧吗？对啊，千万别硬撑哦。没事的，因为我从大家身上获得了。